现在讲的是啊，归自心三宝，已经把三宝和归自心已经讲完，现在我们要讲归自心三宝的总结。现在请诸位看到，若修此行，是自归一，凡夫不会，从日是夜，受三归戒。若言归依佛，佛在何处？若不见佛，凭何所归？言却成妄。三智是各自观察，莫错用心。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，不言归依他佛。自佛不归，无处依处，经济自悟啊，各须归依自性三宝。内调心性，外警他人，是自归也。这是总结的一段话。归依就是回来依靠、认同、接收。归依之后呢，自己归属，有归属也有依靠，然后就照着去做。而发现自己本身呢，原来就是啊，都可以有成佛的可能的。就是我们因为有烦恼，没有开悟，所以不知道自己是佛，因此只晓得向心外求佛、求法、求生。但是《六祖坛经》告诉我们呢，皈依心外的佛啊，这不究竟，应该呢要发现自己心中自己本身就是佛，那才是究竟的。不过呢，要想发现呢自心中的佛啊，必须也要从外边呢皈依了三宝之后才晓得。比如说诸位来听六祖坛经以前呢可能不知道，听了以后呢知道了，知道以后呢，首先皈依三宝是外心外的，然后呢接通自己内心的三宝，这才就是啊我们要学佛而能成佛的原因。现在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是说的，如果照着这样的去修行怎么样呢，就是归自心的三宝，照着这样的修行呢就叫做自归一，自己归一自心的三宝。可是呢凡夫啊不会，是不会的意思就是不了解、不清楚、不明白，还没有开悟。所以呢从早上到晚上整天的，也就是经常的老是怎么样受三归戒，而自己说是啊叫做归依佛。可是佛在哪里呢？如果不知道自己心中有佛啊，那说是皈依啊就无所啊，等于是无所依靠，那等于是说是一种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皈依心外的三宝而不没有发现自己内心自己就有三宝，如果是这个样子呢，不是真的，还是虚妄的。虚妄就是假的。这个地方也是告诉我们呢，依靠他人，依靠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很可靠的，多啊是啊靠不住的。只有自己依靠自己呀、啊、是最可靠的。可是自己都不晓得自己是佛，那靠自己也靠不住啊。
所以作为一个三宝的弟子，一个佛教徒啊，首先要靠心外的三宝，虽然那是假的，那还是有用。用心外的三宝帮助我们发现了心内的三宝，那当自己发现了心内三宝之后，那是最可靠的，心外的三宝那个时候就不需要用了。就好像是我们在刚刚出生之后是不会走路的，慢慢的呀就会摇啊晃地站起来，要父母搀着才能走啊，然后慢慢地自己扶着墙壁也可以走了。现在那个小孩子走路是推的什么车子啊？有一种可以推的小孩子在那个一个圆圈圈的，可以扶着他，但他这个下边有轮子就可以让他走。这个现在每个家庭都好像都有啊，但是老是靠着那个圈圈那个推的椅子走啊，这不是自己在走，一定慢慢的要自己放掉了，离开了那个依靠的东西走啊，那是最可靠的。所以一个修佛的人也是一样啊，最初开始对外的依靠虽然是假的，但是临时用一用啊还是有用，用完以后呢，我们自己就要发现自己内心的佛之后，那是最可靠的。我们在六祖坛经里边呢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啊，当六祖大师在五祖那一边得到了法之后，五祖啊就把他送走，要过江。当他过江的时候，五祖啊替他拿着桨啊帮他过河，而且过江。这个时候六祖就讲话了，他说迷失啊要靠师度吧，悟后还是我自度吧，就从五祖手上把那个桨啊接过来，他自己摇船了，过了江了。那我们也是一样哦，当我们自己啊不懂佛法的时候，不了解佛法是什么的时候，根本不晓得自己能够成佛。了解佛法以后，这是听到说自己是能够成佛的，怎么成佛还是不知道，所以还是要求心外的佛帮我们的忙，心外的菩萨帮我们的忙，心外的老师帮我们的忙，心外的种种的道理方法来帮助我们呢修行。然后当我们自己开悟了，发现自己就是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心外的三宝了。那个时候怎么样，就好像既然自度了，就不需要老师啊再帮你的忙了一样。像这种道理啊可以用到我们的平常生活里去的。我认识有几个皈依弟子啊，他们的儿女啊已经长大了，长到20多快30岁，或者是过了30岁了，儿女要结婚，女儿呢选择自己心目中的如意郎君，儿子呢选择他们的心目中的呀情人。他选到以后啊，父母就给他们出主意了，说不可以跟这个结婚，不可以跟那个结婚，如果要你要这样子结婚的话，我就跟你脱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。
结果弄到家庭纠纷哦，变成家庭的变故发生了。这种人情真是很可惜了。请问诸位，孩子长到多少大算是能独立啊？多半的人大概过了20岁以后渐渐就能独立，倒是30岁不独立这很奇怪了啦。可是父母啊真是奇怪了，为什么管了那么多啊？孩子已经独立了还不准他独立，就是他们要结婚就不准他结婚。因此呢，我常常问，我说究竟是你们要结婚呢、啊、还是孩子要结婚呢、啊、他们说孩子要结婚呢、啊、我说让他结啊，他说不经他们结婚了不行啊，不听我的话不可以啊。这奇怪了，好像他们父母要结婚一样。这个应该用这个佛法来，小的时候要靠父母帮助他，他们自己成人之后要让他们独立，让他们自度吧，自己能够自己知道怎么办、啊、诸位这个道理懂，这个痛不痛啊？痛吗？痛。父母能够满意的对象是不多的，因为以父母的眼光来选，好像像用我的和尚的眼光来选一个太太，你看选得到选不到？没有的啦，没有个人可以过做我的太太的啦，那就是不结婚了。也有人呢，他的孩子要来出家，已经30多岁了，都不准他们来出家，父母不准。为什么？这个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出家呢？不可以。有的父母来给我吵，我说那你让什么时候让他来出家？他说那要等到像你这么大的年龄我就可以让他出家了，所以让他的儿女到了我这么老的时候还可以出家。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已经过世了就不管了。这个是很好玩的事，个人呢有个人的呀，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的时候啊，就要尊重他了。不过呢，父母的心我们应该感谢，父母的心是好心，他希望啊不要让儿女啊吃亏了。父母总觉得他们自己是经验丰富啊，观察比较啊正确啊，所以是不放心，那应该给他们谢谢他们，能够体会他们的爱心呢、啊、不过做父母的人应该要关心之外呢，还是要让儿女独立自主是最好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往下看啊，说善知识，请各自观察，不要错用了心。所谓善知识的意思啊，又叫做善友，又可以称为啊善男子、善女人。称善男子、善女人呢，已经很够尊敬了；但是称为善知识呢，这更客气了。这知识的意思是朋友、老师，所以认识的人之中啊，是很有智慧的人，这叫做善知识。诸位菩萨，你们是不是我的善知识啦？不好意思，惭愧惭愧。但是我称你们应该称善知识。六祖慧能大师当时啊讲《坛经》的时候，对着他的听众们就称什么？称善知识。那我对你们诸位菩萨是不是也应该称善知识呢？是。那你们要真正是善知识喽。善知识是怎么讲啊？是比善男子、善女人呢更尊敬的，而且呢是有智慧的老师和朋友。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，良师益友，益友很可能而且一定是
良师，一师也有三分师徒七分的道友，三分呢，十分之中三分是师徒的关系，老师和学生的关系，七分是啊益友，就是彼此互相啊互助的朋友。那就是什么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名词叫什么，三知识。那我是不是你们的三知识呢？那你们是不是我的三知识呢？是啊，在这个孔夫子的论语里边呢，他叫人选择朋友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呢？又直又亮又多闻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就是三知识。直亮多闻的人是我们的朋友，也是我们的老师，那就是三知识。所以三知识这个虽然是佛学的名词，佛经里边常常看到，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到平常的生活里边来的。我们自己要做人家的善知识，一定要善知识自欺自勉，自己是做人家善知识的人，我们见到的人也要把它当成善知识来看，这就是一位啊真正的三宝的弟子，佛教徒。现在这个谈经的经文是这样子讲的：善知识，请诸位各自观察，磨错用心，自己要观察，观察什么？观察自己呀、啊，究竟是皈依的心外的佛呢，还是皈依的心内的自心佛？不要弄错了，不要老是向心外求佛。我们已经向心外皈依三宝之后，就要向心内找我们自己的自心的佛。如果没有这个信心，也没有这个愿心，要找到自己自心的佛，那就错掉了。信佛学法就是目的呢，要找到自己心中自信的佛。下边我们这个经文再念看，再看下去。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，不言呢归于他佛。这个经文是哪里的经文呢？不是谈经的意思，谈经自己不会自己称自己是经，把谈经称为经的是后来的人。而这个地方是讲的经文呢，是华严经的进行品。华严经呢，有进行品里边有这么一个句子，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；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；自归依僧，当愿众生。多讲的自归依，这是我们寺院里边每天早晚呢都会念的，在课诵的里头啊一定会念，叫做三归依。三归依文就是叫自归依。自归依的解释法有两种，在禅宗的解释呢，就是归自己自心的佛，但是呢还没有发现自心佛之前的人，说自己归依佛的时候，也希望其他的众生怎么样怎么样。不过以华严经呢讲啊，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这个体解大道啊，
实际上就是啊，开悟，见到啊无上的菩提道。因此，自归于佛，就是归于自心的佛，没有错。可是还没有开悟以前的人呢，就表示说心量广大，我自己皈依三宝了，希望一切众生也都能来皈依三宝，自己得到佛法的好处了，我们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好处。这两种都能解释啊。可是呢，坛经里边解释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了为自心佛的意思。如果自佛不归呀，就没有地方可以呀依靠了。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佛，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自己的佛的功德，佛的智慧，佛的慈悲，就叫做佛的功德。在佛的智慧究竟圆满呢，自己就是啊无上的佛。自己自修自度自成佛道，这个是最可靠的。也好像是说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啊，可以向人家借，但是借的钱呢，这是暂时的，以后要还给人家，又不是自己的了。最好是自己赚钱自己用，那就是可靠的了。所以自己靠自己是最可靠，要想靠他人就比较困难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靠人，但是呢靠人之后渐渐一定要想办法自足自立，靠自己，那是啊最可靠的。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呢，是养儿防老，老了以后靠谁啊？靠儿女。这种观念是不是还可靠？哎，越来越可靠。为什么呢？儿女成长了以后啊，他心里边老是想着儿女需要他照顾，需要他照顾，他一直把照顾到最后，他快死了，他还在想要照顾儿女，所以认为儿女需要照顾。这种心呢，是好心，但是儿女是不是让他靠了呢？很难呐，很难。在目前呢，这个社会生活的形态，父母老了以后，要让儿女捧头捧脚，倒茶倒水，洗脸洗身体，还要给他擦床铺、换衣服、洗裤子、洗袜子，这种儿女大概不多了。多，因为儿女好忙哦。所以现在做儿女的人能够孝养父母的那样子，那样子的孝养的是很少。所以现在的父母们呢，年纪大了，很重要的要独立，要靠自己。第一个要有老健康，就是老本啊，自己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。健康有两种，一个是身体的健康，还有什么健康？心的健康，老健康。另外呢，在家人要有老伴，你要把老伴照顾得好，老伴最可靠。年轻的时候虽然吵吵闹闹，老了以后叫做白头偕老。年轻的时候
并不和谐吵闹，老了以后没有事，好得很。在家人要有老伴，还有要留一些棺材本。现在不是留棺材本了，留什么本了？留瓦斯本吧，因为在火葬场现在是用瓦斯烧的，用电烧的，要留一些老本，留一些钱呢、啊，这个比较可靠。最可靠的是健康，身体健康，心理健康。当我们呢临命终时的时候，身体虽然有病，心里没有苦恼，或者身体虽然有病，心里没有什么啊放不下，这个时候是最幸运的。而且老了以后啊，儿女没有时间照顾，那我们还有啊老人能够去的地方，所以要有一点老本。如果一点老本也没有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社会的福利啊也会照顾。因此说不需要一定要靠儿靠女啊，儿女是一个好的，但是呢也很麻烦，你牵肠挂肚，还要儿女还要给你嫌，你还唠叨哎。所以有儿有女很好，但是不要指望他们给你来养老，养老是自己的事。这样子啊，是不是也是靠自己啊？就用自归依佛这个地方啊，就可以靠自己了哈。自己归依，自己靠自己是最可靠，靠人不可靠。诸位听过没有？久病无什么，做孝子的人自己就会想到，父母久病以后啊，连累着他很痛苦。他最初可能还孝，后来就怨了，哎，这个老人家怎么还不死嘞？怎么又不好又不死？要就是好，要就是死嘛，这累得我们全家都倒霉了。这个事业也不顺利了，家庭呢也弄得很混乱呢，那就是为了老人呢久病在床。所以老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，宁可以啊依靠这个其他的慈善机构啊，或者是福利机构啊来照顾，要比啊自己的儿女照顾更好一些。不过到现在为止啊，还有很多非常好的儿女能够把自己的家庭事业前途全部放下来，一心一意地照顾啊他的父母的。佛法可以用到我们生活里面，对不对？如果佛法不能够用到生活里边呢，那我们听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啊。要人每一个人都开悟见佛见佛性呢、啊、这个是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不要好高骛远啊，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啊能够用佛法的观念来调整，那是第一步最要紧的事。然后渐渐地呢来发现我们自性的三宝，来皈依自性的三宝。下边呢我们看经济自物各需啊皈依自性三宝。经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呢已经知道应该呀、啊、自证自悟，自求开悟，自见佛性。那要请诸位需要皈依自性的三宝，这是最究竟的。向内呢要调心性，向外呢要敬他人，这个叫自皈依。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。很多的人呢就是开悟了，就认为自己啊已经开悟了，
就叫什么事情也没有弄，而且呀、向人家卖弄，认为自己很有智慧，认为自己已经开了悟，跟普通的凡夫不一样喽，要高人一等，不等不仅仅是一等哦，要高人太多太多，他是真是一位高人，那是错得了。开悟以后，自见佛性之后，还要调自己的心，来把自己的性格也要调，自己的心态要调，调整啊，自己的性格、心态、性格都要调整。这个信心两个字，我们要解释它为性。第一个心是心态，第二个性是性格、品性，要调伏，要调整。怎么调？是要我们不要起烦恼，贪嗔痴等等的烦恼心要调，就是傲慢、妒忌等等的不好的品性、性格要调，然后呢，自然而然呢，会对心外的其他的人，所以一切的人，都以尊敬心来对待，以恭敬心来对待，那才是真正的就是皈依自心三宝的表现和功能。这一段经文我提出了只有三个观念呢。第一，自皈依一定先皈依他，先要依靠外在的力量给我们帮助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啊独立自主，自求多福，这是第一点啊。第二，既然是自皈依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人格、独立的想法，所以我们要尊重其他的人，不仅仅是不认识的人或我们的长辈，要尊重他们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儿女也要尊重他们自己的主张、自己的呀想法，这是啊自己独立，然后也让人家独立。但是我们自己独立是不够的，还要帮助人家去独立，能够促成人家独立，让独立以后我们尊重人家独立的人，这是啊一个观念。另外一个观念呢是善知识。善知识是什么意思啊？好朋友、好的老师、良师益友。通常这个儒家的讲法人家只讲了一半呢，又智又量又多闻，好像这个人好自私。知识啊要想找到这三种好的朋友作为自己的好朋友啊，自己的老师、良师友友，可是没有想到应该相反的，自己也要做其他人的什么良师益友，应该这样子才能够平等呢。如果你仅仅是要良师益友，结果你不做人家的良师益友，
那我们世界上有多少良师益友啊？那良师益友的人太少，你太自私，应该呢要勉励自己，也要做所有人的什么善知识，自己是善知识，做人家的善知识，人家是我们的善知识，这个叫做啊互为善知识，也可以讲互为师友。所以我提出来，我说我是你们的善知识，你们是不是我的善知识啦？要讲是哦，一定要讲是，否则的话今天听这一场演讲白听了啦。你们一定要以自己作为善知识来勉励自己，不要做人家的仇人恨人，不要做人家的冤家啊，不要做人家的吸血鬼，你专门吸人家的血，你不给人家一些些好处。第三点呢，在自己没有独立以前，需要靠依靠人家来帮助的。当自己独立之后啊，还要不断地来使自己成长，自己检讨自己的努力，同时对他人呢还要继续不断地尊敬恭敬。对什么人尊敬恭敬呢？这个地方没有说，是对于恩人长辈贵人，而是这是讲他人。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尊敬所有的一切的人啊，平等的尊敬，那才是啊真正的呀是开了悟的人。是真正的开悟的人，一定是自己检点自己，同时呢尊敬他人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没有开悟呢，我们也应该学习，学习自己检点检讨检查自己，同时呢要尊敬尊重恭敬他人，乃至于你的孩子，乃至于你的下辈，你都应该呢以这样的态度啊来对待自己对待他人。这个三个观念呢对诸位有没有用啊？那要拿回去用咯，一定要做人的善知识，不要做人家的吸血鬼。最要紧的赶快来帮助我们做义工，那你就能够把你自己培养成为善知识。阿弥陀佛。